好了，现场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也被他们的歌声着迷的话，请给他们一个最热烈的尖叫声。哦，那刚刚在比赛哈，在局间的时候，小蛙也有分享到一五四战队的由来。哎，可是为什么是一五四哦？因为他有讲到说是爱云，对不对？哦，拉低了这个数据。好，那当然哈，也想要来跟你们聊一下，因为我发现哎，四个人一起来演唱，其实非常不容易，而且感觉出来你们真的是默契十足。那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感情，怎么样的一个默契，可以组成这样子的一个表演，来分享一下？因为我们在休息室是邻居，我们就坐在附近，然后我们就讨论说，哎，我们第一次来大巨蛋，然后又是萌新大月，就想说可以带一点可爱的歌给大家，然后刚好我们四个人都符合这个风格，所以我们就找了一首比较适合我们的歌，然后要表现给大家看。那我们也要谢谢香跟林还有星辰帮我们制装，真是全身是他们的衣服，他们三个人施星辰。那刚刚也有看到说你们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小小的舞蹈跟动作，哎，那是谁来设计这样子的一个舞蹈？是我们的队长玲玲，他是我们小芝麻的队长。小芝麻的这个团叫小芝麻的爱云那个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支持，不论是小蛙我们的舞蹈总监，还是我们的 Kira Base 女团啊，来到魏全龙的爱云，还有我们可爱的妮妮，还有我们可爱的罗拉，好，可以看到更多活泼的他们。那再一次谢谢你们带来非常可爱而且非常活泼的表演，谢谢。好。